的面目出现的。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周的值日生，又来到城市钓客的部分。今天的我没有极限，对。那这次的话呢，来到了内湖极限公园这边。之前有拍过，但是呢，那边是用路亚硬饵的部分。那这次呢，我要符合当地的他们的钓法，他们是用空钩，对，可以看到一下那边。然后听说还有很不一样的巨物啊，所以带了这把 Skywalker 海鲈竿，因为先卖个关子好了。OK， 那就这样，来 go。OK， 那我来的时候，现在这边是涨潮的部分，那所以等一下的时候。就准备空钩，对，那空钩的话是第一次尝试啊，不过值得挑战，对，那钓主大家介绍一下，啊，现在这边选了一只娃哈哈，支持一下台湾海贼路亚，那这边的话，我 P 前岛这边是接到三号。然后西卡我这边舍弃炫0.6号，那我们就配上一个金冲毛钩，跟这边的在地一样。那他们的话应该都是手杆，原理是一样的啦。那毛钩这边也是有金色的，大概完整就是这样子。接过去就是等啊，
这应该八道了。哦，没有，又是正吃的，好扯哦。哇哇，毛糕。哇哇，可以哦，直接毛钩飞着，哇哈哈，可爱。哇，五锅鱼，五锅鱼，不错哦，0.6，零点六，可以的。哇，可以啊，这边的空钩是可以的。其实用 popa 然后在上面一样制作可以的，只要浮水的话，我觉得应该都是可行的。那刚刚他们跟我说，等一下怪物就要来了。可是呢，比较特别的是要先处理一下无锅鱼，然后跟大家讲解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这边的地形其实是非常的复杂，这边全部都是小波块，涨潮的时候会盖进来，然后呢，怪物呢也会跟着进来。不过你可以看到这边底下，如果说你要玩路亚的话，可不可以？可行，但是挂到爆，挂到开心为止。对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他们就会用比较特殊的钓法，可能就是用我刚刚钓的无锅鱼嘛，然后我们就切背鳍，然后我就可能会丢在草丛这边，然后就等怪物上来。现在竿就放这边，然后我是开线杯，哇，丢这个位置，有，有过来，有过来，哇，可以哦，我六号线，哦，想直接拖上来，爽啊 ！OK， 现在来看一下这边再利用无锅鱼的特殊钓法，舒服。这够吗？老师，够。
要不要先解钩？先解钩，先解钩。我去拿止血钳。干，各位，欧文。大谋杀。不爽，但是很胖。哇。我七三了。陆远，要怎么算？要怎么了？钓鱼棒，可以的，在地的钓法，完美。谢啦，大头鲨，跟你说声拜拜。头鲨，拜拜。哇，终于，终于，他们这边就是，就先尝试。他们这边的在地的空钩去钓福寿鱼，对，因为无锅鱼可以留来钓头鲨，有没有？最后那个头鲨真的给力啊，100分！那今天影片到这边了 ，OK， 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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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